二、高探码与倒卷弓的区别。同样是虚步推掌，高探码是左脚在前推右掌，倒卷弓是右脚在前推右掌。高探码是沿着弧形先下沉到肩膀高度，然后再上推，定式的时候手腕高于下巴平。倒卷弓是沿着弧形下落前推，手腕高于肩平。高探码后手收回托于腹前，倒卷弓后手收在左腰外侧。微信扫一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关注3D太极公众号，获取更多精彩视频。